界里，不同颜色的出现有着鲜艳的外表和重要的意义，为它增添了丰富感。有橘色、黄色、粉色、黑色，穿插出不同的风格，就像彩虹一样，活泼、青春、亮丽。绿色的清晰感，黑色的叛逆，白色的纯洁，黄色的柔和。各种不同的风格产生他们属于自己的样貌。